Sim. ，也不要过来。好，我不会过去，我在这里好吗？但是你那边很危险，风很大，我怕你着凉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这里很好，很舒服啊。你知道吗？心情不好的时候。 来这里坐着，离底下的那些人好远，听不见，也看不到，感觉舒服多了。你心情不好吗？叔叔有很要钱了，如果你身上不够的话，我这边还有一些。 还是你那个主管又刁难你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陪你去申诉。哲宏，我问你哦，你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？你很好啊，会做事情，能力又好，什么事情到你这边都可以做得非常好，不会让别人担心吗？ 如果我真的那么好，为什么我那么不快乐？李勇，你还好吗？李勇，你好吗？ 耳朵里面的声音越来越多，有时候离我好远，有时候好近，近到这样子在我耳边说悄悄话一样。但是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。要吃了没有用吗？ 有用啊，但是要吃了好多就笨笨的，还是算了。你要准时吃啊，医生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嘛。你就是想太多了，搞不好你根本就没事啊。 放轻松一点，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，好吗？你可以的了，一定可以的吗？当然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好吗？是吗？所以，如果我继续吃这些药，是不是我就会好起来，也会开心起来呢？ 知道吗？我每天都在和这个世界战斗。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和我说加油？为什么你们都觉得我一定可以？我每天都很努力的想要好好的活着，想要好好的做好每一件事情，想办法不要出错，想办法不要让你们担心。 为什么你们都感受不到？都要我加油，让我相信。
想要怎么样？你知道我们这样也很痛苦吗？你可不可以自己努力一点啊？你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可以帮你好不好？你不能自己振作一点吗？你根本没有生病，你就只是没有办法接受你爸已经离开的事实。你长大一点好不好啊？道歉，因为我总是用不对的方式，对不起，其实我比你们还要害怕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到你们，我只会用我以为对的方式来告诉你们应该要怎么做，但是反而把你们推得更远。这个世界常常很不友善，我们必须承受各种不同的问题，但是你已经比很多人都更努力了。我和你一样为了活着而挣扎着，所以我没有资格和你说什么，但我想拥抱你，牵着你，我想让你知道我可以陪着你。这个世界没有遗弃你，爱你的人都会在你身边。所以你非常努力，你真的很好，真是太好了，好到希望身边的人都可以好好的。但是你不用一个人扛着，面对这个世界，有我陪你一起找出勇气。好不好？撑住他了，李优，我对不起。白痴哦，干嘛说对不起？我不应该和你说那些话，不应该怪你。你不要自责，我们都没有做错。这个世界太困难了。
做任何一个选择都需要好大的勇气，但你撑住他啦。我会继续战斗下去，即使这个世界很糟，我都会陪着他和这个世界战斗。那我不和你说加油，只要你记得，我会陪着你的。没事，我们晚上去吃你最喜欢的烤鸡。走。不知道，我是阿凯，我是李欧，我是哲宏，我是思颖。今天这个剧本希望可以撑住，也可以接住身边每一个可能正在痛苦或难过的人。就像剧本里面说的一样，你很好，但你的好不要一直去扛着自己的压力，或是扛着别人，做好你自己，那我们都会陪着你，你不会是一个人。这世界真的很复杂，所以呢，做每一个选择真的都需要付出非常非常大的勇气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身边一定有你最爱你的家人的朋友们，所以呢，适时的找他们聊聊，或许会有更好的协助。那记得，如果喜欢今天这一篇，要记得把影片分享出去，那也要关注我们这支影片的演员们，我们会把他们的 IG 放在资讯栏里面。那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付出在 FB、IG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哦。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